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是星期几啊？星期四。你真的要大声啲。星期四啊？星期四啊，咁咧就所以又是呢个 episode 会 BB 班嘅时候啦。咁我是 Sonia 啦，对面嘅系咩啊？又系你话金融财进啦。系金融财进。系好，我哋今日系讲外汇嘅操盘嘅实战经验嘅。吓，头先我都讲下你啲经验先啦。咩经验？好多啲经验可以分享下。即系我谂操盘其实系好阔嘅呢样嘢，即系你系做 property 时候好啦。Hello Hugo，Hello Henry， 多谢你哋。系啊。吓，参加。系啦，咁你好多其实讲操盘嘅话，其实你有好多样嘢嘅，即系你唔系话一定 FX 嘅，股票又系操盘。樓乜都係操盤，女人又係操盤，得唔得？男女朋友都係操盤。呢個男人睇又啱啊。OK， 喂，我哋分享下你今日話有啲經驗，你想分享下喎？我冇，即係我咧其實就揀定咗我呢個人生嘅 career 係做咩噶啦嚇，我應該都成世都做呢一個生意噶啦，咁但係。一個人除了賺錢都要有夢想嘛，不是跟鹹魚有什麼分別呢？所以我還有其他夢想，我都是繼續會是即是 chase after 那些夢想的，包括你分享一下夢想。好，其中一個即是大把啦，大家都見